向何老师道声好，然后跟您分享这个一点心得啊。今天我们分享一下这个《论语》为政第二。子曰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”就说你这个领导者呢，这个要有德行，就像北辰一样，北京一样，像北京一样。它不变化的是吧？它不变化的啊，所以说呢，你有不变，才能够正手下正天下。这个张居正说的，张居说的，就是张居正说的。所以人君为政，唯要躬行实践，以身先之。如纲常伦理，先自家平于身。然后夫教以化有天下，你做不到，你让别人做不可能嘛，是吧？善良不能向人歪，是吧？纪纲法度，先自家持守于上，然后立法以整齐天下。啊，你做不到，你叫别人做，不扯淡嘛，是吧？这才是以德而为政，如此则出自有本，感化有机。所以说呢，天下百姓自然心悦诚服。所以说呢，这个。所有你看天上的星星啊，都指向什么呢？拱向他。所以说呢，人君修德以上而功绩难免，就是北辰之居所宜的。如果说你自己是做皇帝的，没德行，你想让别人这个尊崇你，不可能。这基本的一点啊，这个是咱们做领导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吧。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俗话说的话，不要靠德行治国呀。就像北极星处在自己固定的位置上，而众多星辰啊，你自己都不定，让别人定，不扯淡吗？是吧？所以说，上梁不正下梁歪啊。赵峰老师，跟您这个一起学习习武啊，英语啊，今天。各位，欢迎订阅香峰老师到时候这里来跟您分享读书的经验，一起进步啊。